我们打死谁？我们打死谁？冠军，冠军，好，两个三个字，过年会拿，过年会拿，好，对对对，三个字，哎，为什么你们开这么大声？我们今天的沙哑王，沙哑王，沙哑王，
我今天你看你要选择的是给你金币的人，还是选择就是有拿红包的人？我真的，那真的要看前三名。哦，那你会落差一下？对，要看谁分你。没有，因为我们全部都要平分。对。好，那就问雨萱。这边祝大家虎年行大运！吉祥哥，洛姐，刚发生什么事了？洛姐也是笑哎，洛姐是笑哎，洛姐是传说，我天哪！你不在吗？啊，那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因为我听说他请找本色红色，黄色，黄色。有有有有，赶快去赶快去做决赛机，粉色头发将答对，哎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是什么？太棒了，今天了，今天了，今天了，好多开心。第二名，寻找公平观赏的生物。是观赏，黄世斌。有一个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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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的，不是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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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蛇？不是蛇，我刚刚看到蛇。哎，你怎么看自己对呀？打我！什么的？哎，你射我干嘛？我射他，我射你啦！没有你遇到，你射你，要收视率，收视率。